是寻常的景象。耶路撒冷的哭墙彻夜降下大雪，当地人一早醒来看到的是皑皑白雪覆盖整座城市的景象，让居民好兴奋。以色列部分地区积雪达15公分，异常的天候现象还出现在中东多个国家，其中受创最深的包括黎巴嫩，强风暴雪侵袭，造成多条山间道路阻断。约旦过去从未下过雪的地区，这次也成为银白世界。及希腊和中东北非地区，带来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极地涡旋。